诗人说，山是凝固的波浪，当我们踏上山径，走在人迹罕至的峰峦之间，发现山不只在意象上像波浪，它看似凝固，其实和波浪一样，拥有难测的风云和起伏的波澜，让登临其上的我们有时平静安详，更多的时候是饱受折腾。这是为了中央山脉大纵走展开的行前特训。没想到四五十年前登山前辈开辟的山径，如今路基几乎消失。我们在比人还高的建筑之海中再浮再沉，偶尔有机会钻出水面换一口气，才会看见高海拔山区的蓝天绿树，然后有机会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果然夕阳虽美，黑夜却紧跟其后。几位接受特训的新人，前一个晚上已经迫降荒野，露宿山林。经过一整天跋涉险阻，个个面露疲态，脚步虚浮，让人不禁担心起未来更漫长、更辛苦的行程，他们要怎么度过？原本让新人受训的行程，老人只得分担重担，然后一行人又紧急扎营，在冷月当头、寒风吹遍的高山上度过卯碧阳纵走途中另一个凄冷夜晚。所幸隔天山云依旧，新人一个晚上零距离吐纳山的精华，应该更能体会山的风云难测。期望他们真正认清自己，谦卑地决定要不要踏上那连绵无尽的台湾屋脊。今天出发一开始的路也不是很明显哦，这段路大概是很久没有人走了，路基不明了、啊。寻寻觅觅，觅觅寻寻，一路找路啊！这是我们中央山脉大纵走之前的特别训练。我们选择的不但是略有难度的进阶行程，还特别选了民国五六十年代登山界前辈走的传统路线。经过一整天迷途找路、摸黑夜行和迫降露宿。队伍里面几位年轻人在绝无冷场的考验中，应该能感受到高山拍摄工作的难度。今天的路况一开始就不断找路，脚下碎石崩崖，不时还得钻进遮蔽天日的建筑丛中。老经验的队员勉力支持，心里暗暗担心，这些年轻人还能支持多久？他们下了山之后，还会不会有意愿进行更漫长危险的中央山脉大纵走？毕竟体力的锻炼不是三天两天，经过足以衡量自身能力的这一役，万一真的觉得体力和耐力有待加强，也只能放弃。勉强上路只会为团队跟个人平添风险变数。虽然心头担心，但是 MIT 台湾制的风格就是再累也不能错过美景。由碧路南峰一路移离下来这条支人哦，虽然不是很好走，不过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森林，尤其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棵又粗又壮的巨大的铁杉哦，它就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间，在这个兽人上，它的根系延伸下来，就像我们的双手一样，紧紧抓住大地，保护我们的山林涵养水分，不要造成土石流。所以像这些巨大的铁杉啊，可以说是森林里的壮汉。我们现在一路爬升哦，往左边看，可以从森林的空隙间看到碧路山，还有北二段比较尾端的山峰哦。那更远一点，可以看到整个雪山山脉很清楚。所以相信我们在往上爬不久，应该就慢慢要接近碧路南峰安部那个草原。
麦哥在镜头前说话总是比较乐观含蓄，以免影响队员心情。其实今天出发一路走来，路迹不明，险阻不断，他和几位向导心里有数，今晚不可能在预定的营地扎营，夜里也许又得仰望满天星斗，缩在睡袋里抵抗高山上的寒风。其实延误并非我们所愿，我们上山是为了拍摄山景，记录行程，绝不会为赶路忘记正事。只是远望碧鹿山和巨齿连峰，对前途之坎坷还是有点小小的心酸。碎石坡，稍微有一个比较急一点就可以大胆踩过去。文姐，你先让他走嘛。你这样踏步，你看你那个石头，对，走，走，哎，不要紧张，哎，不要，不要急啦。太紧张了。不要怕。有没有爬山经验，拉到这种路况来试一试就知道。新同学阿勋脚下虚浮，不了解碎石坡的特性，往往举步维艰。麦哥却坚持要他自己扛脚架，拿出勇气跨越障碍。这种做法值得溺爱孩子的父母参考。那些闯祸的少爷身旁一定有递茶水擦汗，不断说孩子其实很乖的父母，他们的宠爱正是孩子长不大不懂得为行为负责的主因。也许阿勋不能马上成为登山健脚，但至少他已经有勇气面对难关，然后在克服一个个难关后逐渐成长。登山如人生，不懂得放手的爸妈难道能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一直为他们扛脚架、摆路标、扶持到老吗？麦哥不但要这几位年轻人自己克服障碍，还向大家预告，再过不久我们就能远眺中央山脉的死亡棱线，那是大纵走的路程当中无从逃避的绝壁天险。到时候大家就会了解，卯木、碧鹿、羊头传统路线三峰纵走只是成长过程中的小小试炼，亲眼目睹死亡棱线才知道真正的险恶。到时候几位年轻人应该拥有足够的判断力，决定是否继续走下去。视野很棒哦，哇，终于走出一段森林哦，整个视野都展开了。尤其这两天一直看到的合欢群峰、起来连峰哦，最明显就那个起来北峰特别的尖耸哦。从起来北峰往东延伸一条很长的棱线，是非常有名的起来东棱。那我们走到巨齿连峰以后，就会跟起来东棱平行而走，一路看着它往羊头山前进。除了看到起来东棱之外，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明显看到另外一条支棱哦。这条支棱慢慢慢慢就会跟我们走的这条棱线交汇在南峰草原那个地方。那这条支棱就是从中横公路碧绿有一个登山口走下北里山、黑岩山，那一路绵延过来，待会就会交汇了。那我们现在走到这碎石坡，可以看到向导们应该是南教官他们吧，这边有叠石的、哦、让我们有一个依循的路可以往这边走过去，继续往上走。我们现在这边又看到利物溪谷了，然后过去又到大峡谷。你是推土机啊？
向导们堆的路标被小米学妹一脚踢倒，还好摄影组跟得紧，否则就麻烦了。这些原住民向导常年在高山上活动，方向感强，认路的本事高，拿路旁碎石堆制的路标竟然和青藏高原上的玛尼堆有点神似。原来在近天远人的荒疏土地上，任何人造的痕迹都像是人类和上苍沟通的物体，充满神性。我们和向导的距离拉远了，但凭借小小石堆就能感觉他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趟行程除了让整个工作人员来体验山林的生活，体验登山的技术技巧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这边勘察地形，然后顺便看景。那我现在站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高点，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山脉的走向，在这边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北方现在是在我左手边这边，那照理讲它应该是由北往南的话，就是直接接到奇莱连峰，那一直往南走。可是我们发现这边是整个是空的，那中央山脉在这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它来到这边以后开始向西偏转，一直转过去绕到卯木山大余岭那个地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合欢北峰了，合欢北峰一直过来石门，合欢东峰，到合欢东峰又开始转东接上奇莱北峰那个地方，这边绕了一个大圈哦。那到了奇莱北又继续又是南北向往南走，所以从这边地形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合欢山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来这边玩雪，号称这边是台湾的雪乡哦。从这地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哦，我们下面就是利物溪的溪谷，那一路上来塔斯基里溪，然后发源于合欢群峰奇莱山这个地方哦。每到冬天的时候，当太平洋的水汽沿着利物溪这样上来，加上南洋溪这边进来的东北季风的水汽哦，刚好在合欢山奇莱山这一带盘旋，当温度够低的时候就开始下雪，再加上合欢山它这边的地形像一个手套一样的平缓谷地，就可以承接很多降雪，所以每到冬天就可以看到合欢山积雪，奇莱山积雪特别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亚热带的台湾可以赏雪玩雪，称得上是地理学上的一则惊奇。不但如此，包括合欢山在内的几座台湾高山还有冰河来过的痕迹。由于实在太不可思议，日据时期博物学家鹿野忠雄提出台湾有冰河地形之后，学界对这个理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直到近十几年来，台湾的地理学者找到确切的证据，才逐渐平息争议。不久的将来，我们踏上中央山脉大纵走，就会踏上那些冰河的古流路，也许还会嗅到早年日本地理学者田中勋形容的冰河古流路散发的香气。只不过那都是想象，眼前我们还只能踏在忽高忽低的山路上，循着缓慢不明的路基，努力地注意脚下步伐，免得一失足就成了电视机前观众的笑柄。哇哇，不是可以哦，很会演哦，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啊、哦！配合得很好哦。哎呦，真的是训练，什么地形都碰到了，不好走哎。训练训练，什么状况也都体验到了啊、哦。看到大背包了，哎呀，小田，哎，哇，你是在这样溪取水的吗？对，下去有多深？差不多500公尺，从这个碧绿溪这边下去，对，随着溪沟下去，跟溪沟下去，哇，今天差不多拿到40公升吧，40公升哦，真的不少哦，你看这边水带啊，啊，辛苦辛苦了哦，再下切500公尺，哎，对。也是蛮深的哦，蛮深的。它那个但溪沟不好走，因为现在可能进入枯水期，它那个水量越来越小，所以说它会
在那个很下面那个地方。嗯，到很下面才有水出来。啊，真的，缺水的行程哦，就是这么麻烦了、啊，而且要找水，找完水还要背水，真的是蛮辛苦的。哇，这条路也不好走哎，我们刚刚从那个人线那边这样切下来的干溪沟，下一个低点，表示我们待会还要再往上爬，爬到那个天际线去。嗯，但是路看起来不长，可是走起来蛮累的。好啊，那大家休息一下好了哦。好，休息休息。这段路溯干溪沟而上，上下起伏落差不小，巨石累累块块覆满青苔，相当不好走。但至少比起之前路迹不明要好一些。我们知道，顺着干溪沟而下是向导取水的水源，再往下流会是820林道上的一脉清流。那是一般山友攀登碧鹿山都享用过的珍贵水源。建筑海，加油加油，奋力的向上游，游到了！哇，看到天空了，终于到了！终于钻出这个老人的建筑林了、啊。啊，好漂亮哦！哇，看到金灿灿的阳光。终于到了！哎呀，冲啊冲啊！冲啊！我们到本来预定昨天要扎营的地方，哇，大草原那边游啊游。哦，这个建筑稍微矮了一点哦，前面那段都在钻建筑林游泳干泳。我们跟也是等于溯到大甲溪上游碧绿溪的源头，哎，就是到这边源头之一。这一片草坡就是碧鹿南峰南岸，有没有很高兴？高兴死了，好蓝的天。兰姐还好吧？终于看到天空的颜色。刚刚那个建筑比人还高哎，嗯，完全钻不出来。所以都在这个背阳面哦，这边一直钻，一直奋战。这两天都是在森林里面，第三天终于看到这种开阔的草原，搭配蓝天哦，好漂亮哦！啊，不管路途还多遥远啊，我们上去享受一下这种高山的草原景观，晒个太阳吧。好。这是昨晚预定的营地。如果我们坚持一定要走到这个营地才扎营，大概走到今天天亮都还没办法休息。由营地仰望巨齿连峰耸立，看来前途十分坎坷。眼前平缓的建筑草坡，无论是道路品质还是视觉景观，都是十分难得的享受。我们忍不住放慢脚步，好好咀嚼这眼前开阔的山景和脚下柔软的触感。合欢山是台湾雪季最长、雪量最丰富的山岳。学者推断，距今10000到11000年前的末次冰期时，合欢山一带曾有冰河流动。近百年来，学者陆续在这个区域发现冰斗、U 型谷、冰砌体等冰河地形。尤其合欢山庄后方海拔3217公尺的合欢尖山，地理学者推断，它就是被冰河夹带砾石泥沙削切成如今的金字塔状。在地理学上，这样的山峰被称为角峰或者冰斗峰。再度进入森林了。哎呀！你这个帮我们打记号啊！又要进去了。离开南峰草原以后哦，一路还是上上下下，一下进到森林里面，一下又要开始准备往上爬。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后面的路，就是从上面一路陡下，表示我们待会又要陡上了。对，时间已经快4点哦，6点晚了。
因为这路这样走来的话，几乎可能最近都没什么人来走，这路基真的蛮不明显，你要花很多时间来找路，所以让我们的行程比预计慢了蛮多的。都是建筑密林啊。哎，后面有跟来吗？小妹，好。哎呦，这个时候一下到一个坡下来哦，全部都是密林，然后那个路基哦都很不明显。我们现在可以看它那个建筑已经长满了，不像说一般登山客走过会有一条痕迹哦。就像向导他们都在前面找，听听他们在找路的声音。小杨，喂，都没有路基了哈。对，因为这里倒木太多了。哇，这边的建筑林真的是很密啊！我可以听到向导他们在找路那个钻建筑的声音。建筑哦，真的是又爱又恨。有的时候紧急避难的时候，可以躲在建筑林里，或者说也蛮好抓的，在走路啊。可是如果遇到密林的话，钻行又很困难，真的是又爱又恨。啊，小心！后面的跟来了吗？来了，陈正宽，对，你在下面找的，对，下面没有了，下面有路吗？没有，路况不明啊，小杨。对，我现在要追到那个，追一个布条的地方。对对，追一个地方，再看一下。回去再找。对，回去再找。辛苦了，小杨。哎，不会，嗯，心不苦，命苦啊。建筑真的很密，不好钻啊！另外，路那么难找。小妹，你找路钻吗？就是到那个龙身上，然后到那个龙身上，我们再看上面有没有那个以前旧人家旧的那个路基啊，这样。你说现在是自己开路了？对，自己开路。自己开路是大概怎么开啊？现在？这样子要过去，然后要直上到那个冷线上。哦，要从这边这样？对对，绕过去这样。绕过去。好，因为刚刚向导们哦，就分散找路找了很久，就浪费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哦。对，差不多了。刚在这一段这个建筑林里面找他们一个小时的路，就现在自己开。好，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点了。好了，来，想说今天可以上到人线上去插营，我看时间被耽搁了。好，不顺了哈。哎，对。路这边嘛，哈。对，那边过来，那边。好，小心啊！找木华。哎呀，我操！遇到建筑障碍啊！建筑都卡住了。我们今天进度落后了，对不对？对。怎么办？是吗？那里吗？这边好，好，蓝教官在等伯伦。可以啊。那边你又往上走，直接斜上。他直接穿出去的。Good.
建筑给困住了。这边路基不明，进入了建筑的迷魂阵。可以，这边路基不明了，很明。是我这里。这路哦，时好时坏。忽明忽暗啊，一下好找一下找不到，这比较陡啊。听到惨烈的叫声。和建筑纠缠是一件很花体力又伤脑筋的事，钻进高大的建筑林里，方向难辨，不见天日，密不透风，很容易迷路跟队友失散，只能不断发出声音和队友保持联系。还好大家身心健康，不然钻了这么久的建筑林，就会发生从事户外活动幽闭恐惧症发作这种奇事。玉山建筑生长在森林界限以上，迎峰的山头会形成大约30公分高的建筑草坡，是登山者攀登高峰前的拥护者。如果长在背风林下，却可以高达4公尺，拉扯纠缠，和甩不掉的旧情人一样恼人可怖。好，哇，森姐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哇，这趟路真的不是好走啊。当初训练是蛮不错的。什么状况都遇到了，找路也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呐、啊，紧急一变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太阳的光哦，已经慢慢西下，呈斜射哦，虽然那金色的阳光就照进这个森林里面，虽然是很美，不过也表示快要天黑了，因为待会要上到锯齿连峰那个岔路哦，还有300多公尺。那天黑对我们来讲又是一大难关。我看到玉山了，玉山居然可以看到玉山，好漂亮哦，碎了，夕阳西下的山好美啊，还有一些铁山。下午5点半，这个季节太阳还能撑到这个时候不下山也算不容易，它提供给我们一天最后的光辉，也让中央山脉和玉山都沐浴在霞光之中。但是对即将在森林里摸黑的我们来说，美景当前还真是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太阳下山喽，夕阳已经西下，不过可以看到霞光哦，把这天边都染成那个金黄色，甚至到比较暗的时候变成橘红色的，真的很漂亮。不过我们现在就是一样在摸黑往上爬了。后面都来了吗？来了。OK， 好。来。哎，来了。小心哦。来了。哎呀，每天进度都落后，后面还没赶上正常的进度。就助理他们扛那个脚架很重，不好走，不像一般背包的话比较好钻啊，脚架很大很长，都会卡到这些建筑啊树木，所以比较辛苦啊。希望他们这次功力能增加一下。
助理阿勋的眼神涣散，走路轻飘飘，体力似乎已经有些难以支撑。他不像另一位助理伯伦或者小米学妹那样参加过学校的登山社，爬过几座高山。这趟行程要爬的碧鹿山将是他第一座百岳，但是他有户外拍摄的摄影助理经验，也十分向往高山摄影。听到我们要纵走中央山脉，下定决心参与，而且勤练身体，就是希望能跟着阿义师历练大纵走之后功力大增。阿义师也对他寄予厚望。其实无论是摄影师阿义、麦哥、阮姐，甚至向导，都希望年轻人加入团队，自己的工作和梦想后继有人，也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自然美景。蓝教官和阮姐甚至已经开始研究背脚架的辅助道具，好让年轻人更愿意上山来一起打拼。合欢北峰又称北合欢山，海拔3422公尺，台湾百岳中排名第32，峰顶建筑草原连绵，地势开阔平缓，可眺望中央山脉及雪山山脉，为百岳的十重之一。山上有一座巨大的微波反射板，是合欢北峰最明显的标志。它是一座独立的山头，与合欢珠峰都不相连，也是合欢群峰中最高的一座。山顶有一颗二等三角点，登山口位于台14甲中横雾社支线37.1公里处，距小峰口游客中心不远，步道全程约2公里，步行来回约4个小时。由于路径清晰，距公路不远，已经是大众化的百岳名山。除了视野开阔，高海拔景色宜人，每年5月开始，高山杜鹃大片怒放，是台湾最知名的高山花园。出来了，上全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阿勋辛苦了，哎，今天很累哦。好硬啊！今天海拔高度比较高啊，所以相对一定比较累。他在往那边。我们现在已经突破3000公尺了，现在海拔高度3100公尺。所以如果照计划，还要往上推到3300公尺，所以还有差不多200公尺要爬。大家加油喽！辛苦了，辛苦了。走了一天的路哦，到这时候体力开始衰退的时候，这时候摸黑前进就。真的比较辛苦一点，不过大家都很有意志力。加油！不只是阿勋体力耗尽，以撒娇见长的小米学妹也累得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说好这是一次磨练新人的行程，但路况的困难远远超过预期，让麦哥也没办法太过铁血，动手从阿勋的身上接过脚架。虽然阿勋百般不愿，但又怕越走越慢拖累大家，只好在大家关爱的眼神中交出重担，也交出重责。同时心里不免担心阿义师会不会因此扣他分。一旁的老人冷眼旁观，不禁自嘲起来，没想到有意磨练新人，到头来却整到自己，真不知所谓何来。加油加油，有进展了，现在海拔高度已经到3225公尺了，路不好走。哦，还好吗？现在想睡觉。累了哈，现在8点。OK， 那文姐，好，你上来了哈，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好了，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体力，吃点东西。
哦，就地找个地方遮起一下。哦，他吃饭了没？好，活人还 OK 吗？今天的天气真好啊，白天看到夕阳，现在又看到月亮，是上弦月。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河湾山，松雪楼那边的灯已经亮起来了。小敏休息一下好了，好像累了。对吧？休息休息一下。哎，恭维啊！恭维啊，最近累了。要小心你的脚下。好。嗯，好。你好。好，冷，很冷呢。小米好像累了哈。呼啊呼呼，没声音了。好像真的累。没声音了。赶快吃东西。吃东西。再看一下地图在。对对对。哎呦，确定一下我们的距离那个营地还有多远。对，你刚刚上去看那边状况怎么样？大概从我们这边再上去哦，大概就是里程数大概150公尺，我们就可以接到那个就是传统路线，是最常走的大众路线。高度落差呢，还是距离？距离，距离，距离，对，距离差不多150米，就是要切往巨山的呢。对对对，的那条路线，那条主要道路，才150公尺就到了。对对对，那应该。但是都现在都是上坡了，对，不像大家体力是有点耗尽了。好，这边，现在3200多嘛，就等于是箭头，大概箭头这边靠近这个岔路口。你说的岔路口是这边嘛？往巨山的这个？对对对，才150公尺。对对对，差不多，但是落差大约有100公尺吧。对。不过上去的话，还爬100多都上坡了哈。对对对，有些队员有点累了。嗯，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扎营的话，好像也不是很理想的营地哈。对啊，其实现在就是都没有开阔地啊，就是怕希望是天气会好了，不管它潮湿的话也没有。嗯，其实像这种情形，我们可以直接弄个挖出来就可以看下去。因为它的建筑都很高啊，对对对，真没有办法搭帐篷。它是可以避风，然后直接藏进去，就是怕说如果有湿气的话。对，而且都是斜坡，不够平坦。除非说每一个人去挤出一条沟啊，这样一条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睡的那个宽度的话，也许勉强可以。然后上面再搭一些外帐或地布啊，盖在上面。即使大家都已经颇为疲累，但这块临时落脚处实在不足以扎营。登山者既不愿迫降荒山，但意外在所难免，一旦赶不上预定的行程，还是得打起精神找到一个安全无虞的环境才能住下来。既然不是露宿的好地方，一行人只得继续上路。保暖衣服先穿上，好，先不要着凉了，因为这边已经海拔3000多，非常冷。那穿好衣服再来整理营地好了啊。那就赶快穿衣服。哎，这什么状况都遇到了，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行程不是登山的行程，我们是拍摄的行程。那拍摄就是要记录沿途的，不管是风光啊、生态，有值得记录的东西都要拍摄，所以这个速度哦，真的是比一般在登山都慢个至少2-3倍以上。所以很多人走大概6个小时会到的，我们大概就都会摸黑。主要是这段路很少人来走了，不过真的是把这个当作一个训练和一个考验了，考验大家的运作、摄影外景的作业。因为这次包含外景作业的测试，还有一些新的器材，包含电池，因为添购很多新的电池，要测试它的耐用度啊、脚架各方面，就当作训练吧。OK， 加油！好像有一块平一点的地方。好，那就大家把它压平，不要砍啊、哦，那个砍就变很尖锐的。好好，来来，好，就是压平就好了。
高山上一入夜，气温陡降，年轻人双手也冻得不听使唤，只能勉强打点自己夜宿之处。这下子阿义没了助理，平常会处在小羊身旁撒娇当二厨的小米也不见人影。走了两天险路，大家已经开始担心接下来的中央山脉大纵走他们能撑得下去吗？合欢东峰海拔3421公尺，是合欢群峰中高度次高的山峰，山势高耸秀丽，列为台湾百岳的九峨之一。登山口有两处，一处在合欢山庄对面，一处在松雪楼旁，步道长约1500公尺，落差300公尺，坡度较陡，约2个小时可以来回。每年5、6月间，玉山杜鹃盛开，花团锦簇，吸引不少爱花人前来爬山赏花。上部落在整理了，我们下来看一下下部落这边。哎，来，来，你们好，好，小编，哎，哦，这里是下部落的，对，本尊整理怎么样？对，刚到，刚到啊，嗯，把装备带过来。那您睡哪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暂时睡。前村就决定迁到这里了。你等下饭做好之后，可能要选村长了，是不是？再重新选新的村长。哎，我们预计在9点要开票。开票啊！哎，好，那我们先去看一下部落餐厅好了。好，好，好。什么呢？哎，大哥，哇，真是，这个顺便也考验我煮饭的功力。对，哇，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考验哈。对。哦，这边要煮饭也是不容易，但斜斜的。对，刚好这边一小块平的，所以说辛苦小羊啊，在前面开路找路，白天要去找水，真的很辛苦啊。就是我们部落的厨房。OK， 那待会用完餐，我们就要选新的村长了。没有人愿意出马竞选，新村长显然是难产了。这也证明这个临时聚落的村长肯定没有油水可捞。小羊在相当勉强的状态下煮好饭，年轻人才吃一点就全部躺平。说起来，老人家还是比较适应这种环境。麦哥说过，在山上能吃能睡，身体就没问题。希望这些没吃饱的年轻人用睡饱补足体能，天一亮又生龙活虎起来。重新啊！大哥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早。早。好像有一点风哈。嗯。露水是还好，哎，好像还蛮干的。太阳还没出来。快出来了。你们睡得好吗？那边还好，还可以。我这边好像选错了，有一点风口的感觉。风很大，大概几点了？现在6点。6点就这么亮了。早啊，昨天睡在这边，比前两天温度低很多，就真的海拔3200多公尺。看来大家昨天睡的也都还 OK 啊，一夜的好眠啊，精神大概都恢复了。如果按照原计划的话，今天的行程就会拉得更长啊，因为前两天比了有快要半天的行程，所以我们今天都要上到那个巨齿连峰，然后再走到羊头的话，这路线是蛮长的，那不知道会不会多耽搁一天。如果今天接到比较传统的路线，行进速度应该会快一点，不过我们还是有准备很多水啦，都说真的是出不去了，至少再待一天应该还可以。希望今天能够顺利。这边有滚的热水，有没有人还要泡咖啡的？有。
奇莱北峰又称奇莱主山北峰，位于花莲县，海拔高度3607公尺，因北西南三面都是断崖，因此在台湾百岳名山之中被选为十峻之一，有一等三角点。奇莱北峰气候变幻莫测，冬季积雪深厚，早年山难频繁，有黑色奇莱之称。实际上夏秋两季气候稳定，山上的绿色大草原给人亲近感，山难已不常见。出发几乎已经肯定会在山上多待一晚，向导一切如常的整理装备，年轻人则是在如常的行动外少了点声响，多了张木然的表情。无论老少都在评估中央山脉大纵走，年轻人该不该走下去。当然眼前当务之急还是如期走完峭壁羊纵走，完成特训。